算好代价。我今天早上有一个拍摄，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 studio， 但是他现在都约满了，所以就只有很早很早的时间段挤了一点时间。但是我们拍的也还挺快的，今天是拍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我觉得还蛮适合圣诞节的，就这种节日不是都可以穿这种很喜庆的红毛衣。就是一个这种露肩穿的嘛，但是我在里面又搭配了一个这种白色的小背心儿，就正好露出一个肩带来了。然后烫完头发之后，我的羊毛卷，就是我的自然卷，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其实这边头发我今天早上没有卷，就是起床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哎还行，所以这边头发我本来拉直了来着，我又把它这样子重新夹了一下，加上了这种蛋卷头，就显得还挺蓬松的。我冷吗？冷吧。冷。今天天气其实挺好的，出太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南方过冬，对不对？对。之前我上海的朋友一直跟我说，让我等十二月份、一月份等着吧。我当时还不太相信，因为十一月份的时候天气超级的好。现在才九点多，还很早。我就想去打卡一家这阵子还蛮火的一个咖啡店，就是那种创意咖啡的。我看他们说每一次排队都要30分钟以上，就是门口排很长很长的队，因为它里面好像是没有座位的。但是就是说他们家咖啡还挺不错的，我想去试一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座位的咖啡厅，那为什么人会排半小时呢？早起的鸟儿有咖啡喝，先不用排队。我们看一下里面一共有5种，就喝5号吧。你喝5号？嗯。啊，5号它里面有白柚、茉莉、梅子酒。那我喝，你还想喝什么？我喝4号吧。行，你喝4号。或者说是2号吧。行。哎，我喝2号吧。2号里面有凤梨朗姆酒。你看有这个加小酒杯的，这个就是里面带酒的。这个供应到12月中旬，喝这个吧。好的。1个2。你好。渣男出轨怎么办？分手。还有问我吗？女生出轨怎么办？分手，男女平等。我这衣服怎么样？你衣服不错，看起来暖洋洋的，在阳光下就忍不住有那种温暖的感觉，看起来就很想摸一摸。你的经典台词。你还挺认真看我视频啊？对哦。你说我穿搭视频介绍怎么样？非常好。好，这是他的卡片。好的，好，谢谢。好，这一杯呢是好的 warm toddy。 warm toddy 这一杯它需要您在这个温度去慢慢喝。好的。然后喝到低温的时候呢，它的风味类型会有转变。好的。它现在喝是一些类似于柑橘的调性，但越来越冷的时候，它会转变为一种类似于莓果的风格。对，是啊，这个也要喷，因为刚好你们点了这两杯都要喷一些香气作为喷。哦。它要喷的，这个两个风格不太一样哦。好，这个是国际茶的一个香气。哦，好酷。他说要先闻一下，这样闻起来还蛮香的，因为他刚才不是往上喷的吗？对。你的怎么样？那是我的5号。哎，你闻一下这个，更像咖啡鸡尾酒吧？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里面有股火锅味儿的。我觉得这个咖啡蛮有创意的。我也觉得是挺有创意的，就是跟之前喝的咖啡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有点像那种鸡尾酒饮料一样。我第一次喝这种特别甜甜的咖啡。对，但这一杯实在是有点略贵吧，55块钱吧。打卡第一家家具店，这里的小装饰很漂亮。不从此进城市哦。哦，可以冥想。禁止摄影，不让摄影了，朋友们，不好意思了。上次我和琪琪就买了这家包子。好吃吗？我肯定吃香菇菜包啊。你吃酸豆角吗？我吃一个。我吃香菇菜包。啊？我说我吃香菇菜包。酸辣土豆丝包，我想试一个。行。豆浆吗？不喝了。买了小菜包回家。上海是我唯二发现第二难找垃圾桶的一个城市，第一名肯定是全世界东京排第一，上海目前现在排在我心里第二。想扔一杯，东京是第一，东京你找不到垃圾桶的，然后这里也找不到。我想扔一路了，拿在手里好凉啊，但是没有一个垃圾桶。哇，好可爱的小店，要不买花吗？要买一个呀。嗯，走吧，我那个想那个
下一个目的地。我们买三个包子够吃吗？够吃，我吃早饭了，我垫一垫。我和奇迹上次两个人吃了六个。What？ 好吃吗？挺好吃的。咱俩又才买三个，我们俩女生两个人吃了六个。肉馅好好吃啊！我肉馅是我的，还想再去买。这个真的，他家包子还挺好吃的。给我一个，你不吃这个吗？嗯。这什么呢？我尝尝。这三个不够的吧？这鱼香肉丝的，嗯，好好吃啊！这个好好吃。上海包子外面是甜的，嗯，像点心一样。左吃一个，右吃一个。嗯，终于把我的工作弄完了，然后我现在准备叫一辆车出门，和我朋友约了今天晚上去见面。他说带我去一家那种还蛮好玩的餐厅加酒吧，就是那种闯关类型的。他之前去过，说酒都鸡尾酒都还蛮好喝的，然后餐厅他没有试过，所以我们今天打算从餐厅开始。我不知道他，我不确定他第一关是不是餐厅了，反正就是假如说第一关是餐厅的话，那你吃完饭他会给你一个筹码，然后你再进入第二关，然后慢慢再进入第三关、第四关，这个样子就还挺好玩的。所以我现在要打车，拿上我的充电宝，然后带一个粉饼，因为我今天早上化妆时间比较早嘛，妆涂的也都差不多了。还有我的口红，今天带的是 Roma 这个哑光唇釉的02号色，就我现在涂的这个，我觉得它是比较不太会出错的，就是什么场合都适合的那种。然后跟我今天的毛衣颜色也很搭，就是我跟大家说我去年非常非常喜欢用的那一只。然后带上我的手机，准备穿上外套出门，好久没有夜生活了，好好好。到了，今天是太堵了，我可能是太久没有夜生活了，我都忘记原来周五晚上这么堵了。这个可以去楼下吃，它是一个 piece 一个 piece 那种长的。哦，炸鸡翅下面有。对对，这个没有，这个正好像下面有，他们说还蛮好吃，我也没吃过。咱们有一个炸鸡翅。嗯。应该是小笼包，然后我看也蛮多人点的。咱们也点一个吧。用一个麻婆豆腐吧。嗯，麻婆豆腐对的。我干麻婆豆腐反正也挺有名，看着黑暗，但应该我觉得这边的酒是真的，我喝过好几个都很好喝，没有踩雷的，我觉得没有踩雷。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嗯，好，有点东西的。哦，这个有点东西的，这个是啥呀？它名称叫做拉面。哦，但是它是土豆泥，土豆泥做的，对的。第一个筹码，那我们第二个筹码是什么呀？可能是个咖啡杯，我猜，我忘记了。哦，我觉得应该是。你们觉得哪个长得最好看？咱们说三二一，然后一起指吧，指觉得最好看的。谁？三二一。好喝吗？还可，有茶，茶味还蛮重的。自己认为最好喝的啊，三二一。最近我打开它之后，发现里边衣服都是湿的。关键问题，穿上身上真的是凉飕飕，太爽了。我那天想拿牛仔裤拿出来之后，我一穿身上，哇，冰冰凉。是因为它是湿的呀，湿的，所以说它凉呀。我以为这个样子，我总以为，他就习惯了，我习惯了。而且不开空调真的不行，太冷了。你买那个吗？我叫你买的，买了。你说厨师袋吗？这用了也太快了吧，这消耗的也太快了。它是必需品，我跟你说，冬天都是。太湿了，一万八，冷了，还穿着，还能穿着，你再给不能了，但不是那天就是一睁眼，我想去开灯，然后有一只这么大的蜘蛛，就是那种很稀的那种。但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来我在北方的话，在自己家的话，我九月份之后我是绝对见不到蚊子的。对，但是十一月我还在打蚊子。
每一层的风格都不一样。这一层是分生肖的，每个生肖都有。然后我看小红书说这个羊很好喝，好喝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筹码，上面是一个筷子，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筹码，它是一个咖啡杯。然后我们刚刚拿到了第三个筹码，上面是一个酒杯。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关去最后一个了，但是它里面就是很神秘，那个调酒师应该是蛮有名的，然后就不同意拍照，所以估计一会儿就没有办法拍了。拜拜。我们今天来参加他是朋友的婚礼，但是我第一次参加同龄人的婚礼。对。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上海他们是晚上办酒席。对。所以我们那边的话不是中午办酒席嘛。然后我现在准备去闻一下梅。就我之前的时候不是，我闻了好像一年半了吧，这个眉毛。然后我感觉最近就是画眉毛的时候有点掉色了，但其实这一次还坚持挺长时间的，因为我上一次的时候不是应该纹完接着过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再去补色嘛，但是我当时就着急回温哥华就没有补色，然后这一年半了，我感觉其实保持的真的还挺好的。新人呢，他让我也帮他预约了一个啊。哪个人啊？哪个人啊？这里面、啊？因为大家总是让我带你去纹眉，我今天带你去纹眉。我也想闻一下，因为我的眉毛这种眉飞色舞的，你知道吗？按照上次的那个，对，稍微加一个框，对，我觉得可以。我刚才闻着闻着眉毛都睡着了，就他们说补色会比第一次上色的时候要痛一点，所以今天我敷了两次麻药。第一次的话我就敷了一次，但是敷了麻药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觉得纹眉的感觉就特别像拿那个圆规，然后一下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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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再戳你。但是敷了麻药之后，因为我忍痛能力还好，所以就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就给睡着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其实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就还是让它按照我之前的那个眉形，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眉形设计的我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上一次是在四期北京店纹的，然后这一次就直接过来上海这边了，所以今天我修眉的那个时间就很短，因为就可以直接按照上一次的嘛。我纹的比较细，因为我觉得这个样子我后续再有什么风格上的变化，想挑战一些其他的妆容的话，可以自己拿眉笔再画。我们在路边突然看到银杏叶黄了，这不是咱们之前去北京十月就已经黄了，但是现在十二月份的上海才黄哎。深夜火锅，我最近感觉我的脖子这边啊又有一点痒了，我最近湿气特别的重，就是红豆薏米水真的要喝起来，有一段时间不喝之后我就感觉有点要那个湿疹会发。回去咱们煮上。谢谢。我又有点想把我的 iPhone 十二换回十一了，因为我觉得它拍照不如我的十一好看。十二就是会有点太清楚了。你看我昨天拍出来那个饭，就有点像那种油画的感觉。哦。就是他拍的照片特别特别清楚。应该是有一种模式，在相机里面可以打开。就好像你需要调很多。看旁边桌点什么，然后我们下一次就忍不住要点这个。Harry 去给我煮了一杯这个红豆薏米，我刚在屋里面剪视频没听到，然后他一会儿端过来，我还挺感动的，就是特别把我说的话挂在心上吧，因为我刚才在火锅店里说完，我自己都忘了。今天的这个眉毛颜色好像稍微重了一点哈，因为它会颜色加深，先结痂然后再脱落，所以第二天第三天颜色会稍微的重一些。然后我把这个眼影画了，我跟你们说前段时间 Harry 把这个眼影盘给我脆了。昨天导视频嘛，然后结果发现我昨天的那个腮红颜色好好看，然后我就想说正好也录一下，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已经说过 N 次的这个拉卡的腮红，就是那一种橘色调，但是呢它又
比那种很土色的那种橘色要嫩一点点，但是你又不会说像我之前夏天用的那种过分的少女，又是很适合秋冬，但是呢又比其他的颜色要稍微的鲜亮一点，稍微的可爱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不错。差不多了，这边都已经装扮成圣诞的装饰了，我们上次来还是一些别的东西呢。这些盘子看起来也不是圣诞专属啊。这个不是。啊，这是这几个，我觉得超好看，很可爱。里面就是小糖。哎，这个大，这个大。这个打着的，对。哦，这个好。好，就拿这个。圣诞节就是有红色，然后有绿色。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洗手间里面，有一点节日的气息。买一个吧。买一个，哎，那个是什么抱枕吗？这个，这个。嗯。哎，这个好，买这个吧。买这个吧。好。买这个吧。这个抱枕。要吗？要。要一个。哇，这个太可爱了。这是给孩子穿的耶。十二月真的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季节，就像是小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春游，对，盼着暑假一样。好漂亮啊！哇，这也太漂亮了。金灿灿的。真的是金灿灿的。哇，真的是在相机里面更金。哎，这边圣诞老人的。你想买个这个呀？存钱罐吗？装饰品，是不是我来错 IKEA 了？因为 IKEA 比较小。正规的 IKEA 有这么多吗？不知道，那我看网上有好多。我想先试一下这个的大小，先不摆，我们就大概的比划一下。这个长度 OK 啊？这长度完全没问题。可以，可以。OK。啊。不错不错，我好怕它不够长，但是这个长度刚刚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等下周就不在这儿办公，把它再搬回书房吧。今天的收获说句真的没有什么收获，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今天可能是去错 IKEA 了，我今天去的这个比较小，然后我问他们圣诞那些装饰就门口这些，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可以摆在桌子上，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麻绳，因为就是不是可以包礼物嘛，包装礼物的时候我有看他们用那种牛皮纸包礼物，就是用这种麻绳，还蛮好看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呀，我这个圣诞节我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截屏里面。你看这个就是他包装礼物的时候就用的这种彩色的绳子，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然后包礼物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这个。我还想画一下那个贺卡，今年我想自己来画一下，我买了那个蜡笔还没有到，那我看他们手绘的这种小贺卡都巨好看，感觉都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难吧，就还可以，应该可以画出来。这种手绘贺卡感觉就特别的有新意，而且就是自己做的嘛，这个我觉得看起来不是特别的难，可以自己做一下，就旁边会绕一圈这种肉桂，然后中间就是一个那种白色的蜡烛。下周我还打算再做一个这个圣诞早餐，你看还是一个小吐司，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刷到这个吧，我也打算自己做一个，太可爱了。今天打算随便吃一点，就是做点快的，所以刚才叫了一个熟食，这个是那个紫燕的百味鸡，然后再做一个这个泡菜汤，还有一个炒一个豆芽，都是比较快的。网上买了特别多这种小食品，这个是黄金鸡柳，然后这个是骨肉相连，这个就是很方便，用那个微波炉或者说是空气炸锅，8分钟啊10分钟就可以了，快。So we will keep it.
觉今天的肉有点略多，所以就不做那个骨肉相连了，就先把这个鸡柳吃了吧。我炸的小小的，这种小小的最酥脆了。这个西瓜酒还蛮好喝的，一点酒味也没有呀。今天晚上点的这款蜡烛，这个品牌还挺小众的，没有看太多人推荐。然后它有小包装、大包装，我是比较喜欢买它这个小包装的，一个是造型比较特别嘛，而且这种小包装的就是点的比较快，可以多试几个味道。这个味道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就那种甜甜的，造型也挺别致的。